这是我们视频部新推出的 ZK BYX RVS 弹幕箱子，主要用于咱们这个软件的推广以及功能的演示。我们软件主要有三大模块，就是门禁、视频、考勤。门禁的模块是在这个位置，用的是控制器加一个卡的凸头，因为今天疫情的影响，所以指纹的凸头没放上来。这个模块是考勤模块，用的是 Mini AC Plus。然后这个模块是视频模块，用的是人脸识别 MVR 再加 IPC。除了这三个模块之外呢，外接我们预留两个接口，一个是 HDMI 的视频接口，可以浏览 MVR 的本地界面，像这样子。另外还有一个网络接口，连到笔记本上面，可以展示我们软件的功能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模块人脸识别的实时预览模块。